现在大家体验过之后啊，其实你会发现 poker 在真的不难，但是难的在哪里？你要会思考啊。你现在都用别人的范本，那没有范本，你应该就知道头大了，对不对？我问一下各位，你用微软 PowerPoint 有没有用过空白，完全空白不用范本的？然后就敢站上台上，老师我来了，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应该很少，对不对？因为老师看到你来，看到简报上面，他就跟你讲，你不用来了。他说你怎么那么没有诚意，直接简报就空白的拿上来，然后就只有几行字，这样是比较糟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一下 Focus Guide 呢，其实我是蛮建议各位，你刚开始没有错，就是利用别人的什么这些范本，可以加快你的设计脚步，但是如果真正你要做你自己专属的，一定要会尝试一下建立空白的啊，要勇于挑战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才有做你自己的啊，不然你看你会用我也会用啊，我也知道你是用哪一套啊，这样还不是又回归到 PowerPoint， 了解齁？好，那您看一下它其实有几种方式啊，如果你想要用把 PPT 导进来也是一种方法，它有不同的排列组合，好，就跟 PP 不同排列组合，但是大部分我都比较不用这种方式，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你就用 PPP 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想要用别的软体，就希望有不同的呈现方法。如果我还是看到跟 PowerPoint 一样的，你只是隔了一层纱再把它放进来，就效果比较差了哈。那另外呢，它还有几种方法，你看右手边这里，这个。还有这个有没有？那我先讲后面这个，好吧？好，后面这个，你可以看看。哎，我们刚刚不是有看过一个范本，在第一页有一个叫做文字云，有没有？这个功能就跟那个有点像，跟那有点像，因为这个是很适合类似我们在做心智图。其实它到了 3.73 的版本，还是71的版本？也就是现在简体版哦，简体版它现在版本比较新，它有一个直接在 Focus Guide 里面直接建立心智图，跟这个有点像，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但是你先看一下这个，我们把它点下去。首先你就告诉他，你把你的关键字打进去，比如说我有一个好，我就一字一行哦，然后呢，好，然后你要，反正你有想到的，你把你的颜色选好，比例就没有差，我就按创建，你看一下，有没有我刚刚打的字都进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。有没有基本的就有了，所以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啊。虽然我是做一个新的，可是有没有比较符合你自己的东西？先有一点东西的。那刚刚这里，哎，我觉得哦，糟糕，这个好像怎么样？是不是字不够大？没关系，兜两下，可不可以把它拉开一点？字变小一点也可以，也是一种方式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调整一下。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往后退一点哦。点两下，把文字框是不是拉开一点，还有个 Microsoft， 好，一样的，编辑它拉开一点，这样是不是就有文字云了？接着你把你的背景改变一下，刚刚我们的背景是不是只有单颜色？你可以来这边找找看，它有分所谓的 3D 背景跟图片背景，哎 ，3D 背景、图片背景，好像看起来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哪里不一样？3D 背景的部分，它物件之间的缩放跟我们现在您在看网页有点雷同，有些网页前景跟后背景的移动速度不一样，这种是所谓的 3D 背景。那如果是一般的图片背景，各位最常见的啊，就是反正图移多少，后面那个文字在前面就移多少，好，它就没有所谓的那个差距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有差一点点。好，那比如说你从这边就可以找，有没有找你自己喜欢的背景？假设你喜欢这个，按一下，
有没有背景就变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你也可以用视讯，好，也可以用视讯。所以我们再往后推一点，有没有感觉就跟刚刚有点不一样了？所以虽然你是做一个新的，也没有套用人家范本，但是可以改变啊，对吧？好，所以用这个方法应该是大家刚开始用的时候，应该如果你要做一个新的，其实也可以尝试用这种方式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你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这边，你在这里做的时候，有没有选择好你的这个？那至于页框怎么加进去，这些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？刚刚我们不是有加不可见帧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些或者拍照的啊，就跟那个一样，跟那个一样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再跟各位讲一下，如果他要做输出，刚刚这有漏讲了，有没有？怎么做输出？这也蛮重要的嘛。到底怎么样发布到云端上？那你在云端上可不可以去做管理？这都是等一下我们要再跟各位介绍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您先试看看哈，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，您从首页，好，你看如果这个改了没有，回首页是不是就不见了？好，回首页右上角这个有没有？你刚开始如果你觉得我就只有关键字，没有太多想法，可以试看看这个。那如果你真的都 OK 了，其实不要客气，就开一个空白的，里面有没有一些排列组合也可以让你选择一下。其实如果你把 PowerPoint 叫进来，它也可以排成这样子，好吗？也可以排成这样，这样了解齁。好，那就交给各位啦。记得真的范本套用完差不多了，下完那些老师同学之后，你就要靠自己努力啦。因为不能老是用那些范本去吓人嘛，还是要建立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齁。